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章今天来赶海了。今天我来到的是一个码头的这个底下，这边刚刚退完潮，走吧，我们下去看一看。这些地方找一找看啊。这是海葵吗？哇，一直在吃水。这潮水退下去了，海葵都露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水坑里面有大龙虾啊！看，水还在动着的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大龙虾个头不小呀，是活的，你看它的爪子还一直在动呢。看大龙虾怎么分辨公母啊？那钳子也不小，它在这里觅食的吗？天气太热了，今天温度还是很高的。这只个头真的不小，哇，这大钳子，可能坠着它太累了都无法行动了。你看这个须还断了，这个大龙虾受伤了吗？在这。这大龙虾好肥呀、啊，特别的饱满，给它带着啊、哦。这只个头可以收了，收了。先这个石块底下，咱们放放看。反正这个天气热呀，这大龙虾都要死掉了。咦，看这边这个石块底下是不是一只螃蟹？哎呦嘿，一只梭子蟹出来。哎呦，哇，看。个头不小的梭子蟹，看看看，这只没有怀孕啊，没有带籽儿，这个可以收了，咱们带着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大龙虾差不多了，走，再去找找别的。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母螃蟹，快收了。教室区啊，每个缝隙我们都要不能放过。划一划，走一走。这是。哇，这边一条石斑鱼，就在这个缝隙当中呢。来来来，他们都说我抓鱼不快，抓鱼太费事了。这一次抓拿住它。哎，配合我这个小家伙。个头不小的啊，来，这个鱼啊，天气越热，它身上的颜色就越浅。它本来是那种黑色的，其实，哇，这现在身上都发火了，会掉头啊！我的妈呀，吃哪去了？上这，你来遛我呢？这水有点深，跟这个洪水的颜色融为一体了。我一脚把它踢飞了，你信不信？就这么点地方，你别理我了。那太肥了，太肥了。这嘿，不、哦，这是有点无奈。别，哎，哥们，遛我半个小时了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在这，在这。慢一点拿，轻轻的。这个又好被粉丝嘲笑了，这一期又是无奈的一期。过来过来，我慢慢的啊，拿住它，不听话。你信不信我不要你了？气儿一竖起来，手就废了。哇，摁不住，就是在这里面抓不到了。是我见过最活跃的一只石斑鱼，就这三个地方，你绕了，带我绕来又绕去的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的妈呀！今天就要抓你了，抓
潮水都涨上来了，我再抓不到你，它就跟着潮水下去了。天哪，在这里转了我好长时间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太累了。抓条大鱼真的是浪费了好多时间啊！你们看一下这个潮水都已经上来了，快点下去吧，不能在这里，太危险了啊！看一下今天收获的还行了，大龙虾，还有这个大石斑鱼，不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了，我先回家了啊。那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